好，这里是樱花云诗社，我是宋朵儿。今天呢，由我和大家一起云赏五款樱花。《一千零一面镜子》，作者是伊朗的艾姆朗萨罗西。我越是逃离，却越是靠近你；我越是背过脸，却越是看见你。我是一座孤岛，处在相思之水里，四面八方隔绝我，通向你。一千零一面镜子转映着你的容颜，我从开始，我在你结束。希望2020年的夏天呢，一切都能尽快的好起来，我们不再缺席每一次相遇。打开腾讯新闻 APP， 搜索节目名称，看更多精彩内容。